嚟到我哋 GNG 嘅世界杯极限射击大赛2014嘅香港站啊！咁咧，而家我哋啱啱咧就首先出炉咗两位打得好快嘅选手，佢哋呢一队咧就系、是、SWS 嘅一队嘅，系啦。咁咧佢哋嘅时间咧就系2分16秒，好厉害一个时间，就已经快过我哋琴日所产生嘅一个冠军队伍嘅。好啦，咁咧而家我哋不如啊，想知道多啲有关佢哋嘅嘢，咁我问下佢哋嘅喜好系啲乜嘢啦？呢位朋友答我先好吗？咁我哋嘅喜好當然係玩槍啦，但係我哋玩槍係一個安全嘅情況之下，一個安全嘅意識嚟玩槍咯，就唔會話好似而家出面有好多朋友仔唔理人哋安全嚟做呢啲活動咯。可唔可以同我哋概括下，其實你所講嘅安全，你認為點樣先為之係一個安全嘅措施去玩槍呢？咁安全嘅措施當然就係話經過一連串嘅訓練啦。咁我哋一個 EIA 嘅團隊其實係講緊裏面人唔係好多，講緊係30-40人，但係我哋嘅訓練係一個喺一個安全嘅意識之下嚟做一個訓練，即係話槍嘴係永遠唔會指到人哋嘅。而另外就係我哋響槍都係一個規格，就係真係會命中我哋先會響槍。呢個一個好嚴謹嘅訓練啊！好啦，我哋問下另外一位朋友仔，佢嘅喜好係啲乜嘢啦？訓練圈子裏面新一個層面嘅後生仔咯，即係幫到佢哋去正面學識嗰個運作、氣槍嘅玩法。或者競技嗰個模式，咁希望佢哋係一個傳遞到一個正確信息，等佢哋去好好咁享受氣槍究竟係咩一個運動，係運動嚟嘅。係啊，概括得好好啊！其實就將我哋呢樣氣槍呢一樣嘢就變成一個運動，係一個健康嘅運動啦。咁其實咧，我哋真係好想知道你哋嘅訓練模式係如何嘅，係啦。不如師兄你答先啊。最緊要係對場地嘅認知啦。裏面嘅條清楚聽過條例條款啦、限制啦，我哋可以做啲乜，唔能夠做啲乜？呢個首先要尊重大會，佢一番熱血去整一啲遊戲場地嗰陣時候，我哋可以好好咁去運作。咁同埋我哋團隊之間，希望可以多啲溝通啦，多啲包容啦，咁就可以分工合作的話咧，咁啊對件事會係有效率，咁得出嚟嘅結果相對都係好嘅。好詳細。但是呢我看你們的默契呢真的很非一般，你還要翻牆打完都是這麼快，有沒有一些方式去練下這個默契啊，還有體能可以給一些方向我們的朋友仔呢？其實默契這件事真的在訓練的時間啦，雙方怎樣可以大家互相溝通到啦，另外就是其實對一個很適正的強所說，我們怎樣來面對這個運動，怎樣來面對一個比賽，我們其實是做了很多功課下去，從中我們溝通，大家知道是說我要做啲咩嘢，而阿強要做啲咩嘢，佢亦都知道係話我要做啲咩，佢自己要做啲咩嘢。咁就算有啲咩情況，係或者係補位嘅話，大家都可以互相嚟補到大家嗰啲位咯。
兩位其實都是 SWS ERA 這個團隊，我相信是一些長老級的師兄來的。不如我們問他叫什麼名字，不好意思我忘記了。我叫阿文。我叫阿強，通常他叫我 Vincent 在業界。好啦，好多謝兩位師兄的。但是我想問一下，因為兩位頭一次都是第一次接觸我們這個世界盃的比賽啦，咁其實對於你哋第一次接觸，你哋會有啲咩特別嘅感受，或者覺得有冇啲一定嘅技巧係必要有嘅先可以玩到呢一樣嘢咧？或者有啲咩心得咧？其實呢個活動咁，我哋玩咗兩場啦，其實我哋嘅感覺就係、其實基本功係好緊要，成個活動裏面係好講求基本功，個人同埋兩個人團隊點樣嚟合作，同埋要持續嘅練習咯。同埋多謝業界廖總，佢咁肯去投資去推行呢個正面嘅運動咯。因為對於大家雙方，我哋玩家啦同佢投資者都肯去付出，係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繼續享受呢、這個即係將來好嘅實況。其實Vincent 師兄提起嘅廖總咧，就係、我哋阿 James， 我哋請埋阿 James 出嚟同我哋講幾句説話好嘛？要几句说话告诉他们吗？要几句说话。OK， 我真的是看到高手了，真的是看到高手了。从他那个25公格也是一个很稳的，我听到那个声音就知道那个是高手，真的是高手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再一次谢谢。